只只留下一声叹息。我的爱立新，我和中校才刚刚认识，但冥冥中我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弟弟，想帮助他，爱护他。这几天我懂得了你的担忧，当我看到仇恨阴霾了他的灵魂，血腥蒙蔽了他的世界，我好害怕，害怕我们的弟弟会被痛苦永远包围着，被仇恨的血腥侵染着。我一定要驱散他心中的阴霾，叫我们的弟弟回到明媚的阳光下。立新，放心吧。一定用濮阳庄所有中国人的血来祭奠皇军的英烈。嘿，司令阁下，是让我们攻击濮阳庄吗？奇耻大辱，深仇大恨，谢王忠他假冒我，毁掉了皇军的桥头堡。这一次，中道大佐，宣将团的勇士们身经百战，没有牺牲在杀敌的前线，却死在了我们的防区。濮阳庄的中国人欠下了我皇军血债，但是现在进攻恐怕时机还不是很成熟。濮阳庄地势险恶，山高谷深，不利于我军辎重进入。如果我们要进行大量围剿的话，马家台的曹林剑肯定会趁机攻击我县城，那样一来会得不偿失的。我要以血还血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让八路军和晋绥军自相残杀。大日本的武士刀下，头颅不是低下，就是掉下。四虎啊，千万不能打盹啊！濮阳庄这一战，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给神行神力把耳朵竖起来，小心鬼子来偷袭啊！请团长放心，小鬼子要是敢呲牙的话，我不敢说一下子把他们打趴下，但是我敢保证能坚持到大部队攻下县城，等到大军驰援，包小鬼子饺子。我倒是盼着小鬼子赶快来找你算账。你知道吧，在山沟沟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我真想到县城里面看看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您慢走两步，让大雅送送。哎呀，大雅啊，大雅，我来的路上就听说了，说大二同志要去打头野猪给团长下酒。老子这儿都要离开了啊，怎么连个野猪毛的影子也没看见？报告团长，
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野猪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，许是听了您的威名都不敢出来了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这狗山上的野猪都怕我曹黑子。你狗这是嘴甜还是嘴臭啊？啊，你就糊弄我吧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一顿你欠老子的。欠了欠了，您下回再来，我一定尽时间把你肉给炖上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哎，老二，哎，把酒备好，得管够啊，保证没问题。政委，月姐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再为我担心了。中校，你觉得是伟岸的大山更有力量，还是涓涓的溪水啊？有人说男人是山，坚强有力，女人是水，温柔随和。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似温柔的水才更有力量，更有韧劲儿。有时间替我多去看看他。记住，我们不该活在痛苦的昨天，要为明天的幸福而奋斗。走。团长。哎呦，这政委跟小书生知道思想工作还没做完。哎，你操什么心？你看看这后面资源大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小书生这回啊，梅梅医生，肖团长，彭政委，小书生，这回你应该记得我们了吧？小心点儿，到时候啊，你们梅梅医生要是把你没受伤的事情告诉女生，到时候你跟曹团长多得倒霉。好厉害的小娟姑娘啊！梅梅医生，这回你可是帮了大忙了，我曹黑子牢记在心，今后五连不。我们独立团就是你们的后勤部，缺什么想要什么，让小书生念着经找日本鬼子逃去。真的啊？当然了，小军姑娘，来跟我来，你看看我们的战利品，想要什么你看我们战利品，喜欢什么拿什么，随便拿。好，这这随便取来。哎，那个医生，干嘛？月姐让我做了把梳子，她日记里写着说是要送给你的。谢谢。月姐爱笑，她常说笑声就是胜利，笑容也可以战胜一切苦难。李正，啊，这边。报告，客人到了。进来。请，请。山水兄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老兄啊，别给我办事拖了啊！这件事儿啊，事关到我一生的荣辱，更牵扯到我一营兄弟的安危，你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武藤近三大佐的诚意显而易见，并且跟太原五种一男司令官阁下汇报了贵部的情况。司令官阁下表示，只要你老兄点个头，少将旅长的委任状马上签发。司令官阁下更是考虑到您周边同僚的关系，不好刀兵相见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退出一线战场，就任榆次保安司令。榆
鱼刺，这可是个少将的肥差啊。可以把部队都带上，毕竟都是跟随你多年的兄弟，使起来也顺手。只要他们愿意，可以一直跟着你。武中一男司令官和武藤大佐真是慷慨又贴心呢。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馅饼有点太大了，砸得我们有些头晕呢。是啊，日本人送这么大的礼，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吧。条件嘛，确实有，不过是个小小的条件。你看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天底下哪有白捡的金元宝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该不会是让我们端了严长官的第二战区司令部吧？山水兄玩笑了，皇军既然能够考虑到您周边同僚的情谊，又怎么会让你去找严长官的麻烦呢？皇军需要李长官拿下濮阳庄。啊，濮阳庄，怎么样，山水兄，这个条件不过分吧？那您还不如让我们去刺杀严长官呢。这个濮阳庄山高地险，现在又住进了八路军。听说那个小书生可不是软柿子，日本人吃了他不少的亏。怎么的？你们不敢上，让我们做马前卒，这不太好吧？啊，调防二线鱼刺，多好的差事啊！可一旦招惹了八路，被他们占了濮阳庄的山口，我怕永远也出不了这山口了。到时候，只能留下来，跟那些恨不得撕碎我的老长官、老同僚拼个鱼刺网破了。哎呀，山水兄，吴参谋长，你们二位这是怎么了？是濮阳庄八路军现在势头正旺，不过再厉害也只不过是一个连加上几个民团地痞，皇军要是想动他们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。是我在皇军面前替二位请的命。你的意思？山水兄，这不就是个顺水人情吗？您老兄现在手里有一个加强营，拿下濮阳庄，活捉小书生，再把他送到日本人手里，也算是首功一件。哎呀，老兄，就别找弯子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山水兄，这话还让我说得这么明白吗？你自己想想，你现在可还是晋绥军、八路军的友军啊。皇军还有什么吩咐？只此一条，拿下濮阳庄，皇军的专列将会在铁路接应，交防后贵部直接上车，直奔榆次就任。请转告武藤大佐，濮阳庄就是我李山水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见面礼。附近有一支打着晋绥军旗号的部队，正在全速向咱们靠拢。晋绥军？对，这附近照理说不应该有他们的驻军，也没有收到任何友军要过境的消息。连长让我找您回去商量一下。走。
底要去哪儿啊？这再往前走可就是浦阳庄了，那离咱们团可越来越远了。别废话，这是秘密行动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加速前进。是，加速前进。英子，你看一下，前面就是浦阳河，趟过河，浦阳庄就近在咫尺了。命令骑兵连控制速度，天黑前赶到浦阳庄借宿。明白。报告，团部接见。英子，团长询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调航，问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明玉，你亲自去会电，就说我部遭遇小股潜入防区的日寇，正在全力追歼，是全歼来犯之寇后折返，预计明日17时之前到达指定调防位置。回电后关闭电台。是，走。麻山南坡，够快的。继续监视，随时报告。是。他们已经到这儿了，以这样的速度，今天天黑之前就能渡过浦阳河。弄清楚是哪支队伍没有？弄清楚了，晋绥军独立旅二营，营长叫李山水。这些个货原先在后山驻防过，后来调到榆县那边去了。这百十来里路翻山越岭的，这些个货跑回来了。不会是眼红咱们进驻了浦阳庄这块风水宝地，特意回来搞摩擦的吧？不会吧，他们旅长跟咱们团长有交情，临走的时候还给咱们团长写了封信，对不能并肩抗战表示遗憾，还留了几千发的子弹，还说这个战区将来就靠咱们独立团独自撑着了，不至于这么翻脸吧？挺仗义的。也是啊，咱们到这儿来又不是抢他们地盘的。他们有多少人？他们是个加强营，4个连，还外加一个骑兵连，还有一个炮连，以前跟鬼子交过手，在火力上从来没有吃过亏，装备是一流的。是不是咱们向团部汇报一下，请双方首长沟通一下，这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杀过来了，起了冲突算谁的？这要是汇报上去来回得2天呢，反正是不是来搞摩擦的今天晚上就知道了。不打招呼就敢进咱防区，先干了他再说。不能冲动啊，现在毕竟是友军。那咱咋办？一直忍着，忍到人家亮了家伙，可就啥都来不及了。大婶说的对，不管什么目的，不打招呼就闯到别人家里，那就怪不得别人拿他当贼防。命令前线少尉亮明身份，让他们派人到连部来沟通，才能继续前进，否则开枪阻拦。是。行，反正横竖不能让人到咱们炕头了，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二民，到，带着人到公路和山谷设防，碰着鬼子别惊动他们，随时保持联络。是。哎，中校，你不会是怀疑这伙晋绥军想投靠鬼子吧？一个营整整齐齐的出动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而且浦阳庄那头就是鬼子的防区，这有点奇怪吧？嗯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戴尔，还记得我带你去的那片高地吗？记得，坡岭。头头说那儿要是安上炮，咱整个浦阳庄就在人射程之内了。您说完，我立马让人安上了哨位，把明哨撤了，组织精干埋伏上。是，头头，您就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那儿山沟土坡的，想跟咱玩捉迷藏，咱从小玩到大，保准他找不着。中校，现在毕竟是友军，咱也是猜测，一定要注意分寸。四伯哥，我心里有数，放心吧。各排。化整为零，埋伏到树林里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。是。
已经进入八路军独立团五连的防卫，你们现在立刻停止前进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是八路，林总，王副官，哎，回话。山上的兄弟，别开枪，我们是晋绥军独立旅二营的，奉命北上，途经此地。是八路，小心点。长官好，可以出示一下证件吗？你们是独立团五连的？谢谢长官，是的，我是五连外围的哨兵。长官，我现在还没有接到友军过境的通知。我部奉命执行秘密军事行动，所以没和八路兄弟打招呼。那对不起了，我们没有接到命令，所以贵部不能继续往前了。如果贵部有任何命令，请派联络员和我们的联首长联络之后再说。笑话，我们晋绥军的行动什么时候向你们八路军汇报啊？小小的步兵连，口气倒不小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咱们大家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尽职责，是不是？这样我和八路军的长官去沟通一下，免得有误会。营座，太给他们脸了吧。住口。小兄弟，我去和你们长官沟通一下。为了你。